各位你哋好啊，咁啊好耐好一段时间都冇乜点整广东话片啦，咁就同埋我换咗啲新咪，可能个声音同之前有啲唔同噶嘛，大家如果有广东话嘅听众啊，系睇完有咩个咪嘅情况会比之前嘅好咗坏咗都留言话俾我听，咁就因为我而家我个工同上次类似啦。上次我做了一条片，就是做光明面的虫虫 TV， 即是虫虫领导争夺战啦。咁就同情况上次一样嘅，咁就都系仲系中间嗰区系喺第一层啦。咁另外就系下边嗰区就系第二层。咁就都系试一试翻绝地武士嘅队伍应该要点搞。咁就绝地武士嗰度，你要拆两队嚟打嘅，因为其中一个呢个啦，上面即系左边呢个任务系绝地啦。咁另外咧就系下边呢个就会麻烦少少，呢个一定要21000银河力量嘅绝地武士。咁变咗做咧就唔好意思啊，变咗做留意翻就系、是、如果你系有银河传奇的路克呢，即是我们俗称叫老路克，如果中文或者叫 JML， 如果英文有 JML 呢， JML 其实呢就是没有那么厉害的，在这个 TV 里面是绝地武士路克呢，这个就厉害了，他做队长的话所以就要留下，即是你要留意这两只不可以同一队，你看看要怎么安排啦。咁同埋咧，盡量咧將呢個絕地武士路克咧，係個速度有咁慢得咁慢嘅，係啦。咁啊，盡你能力啦。咁啊，有啲因為始終你有啲模組，好大部分嘅模組都會有速度噶啦。咁啊，因為個個都係會追速度。咁啊，如果可以嘅話，就盡量低啲速啦。因為佢做隊長咧，就係會啲人會跟佢速度嘅，搞到敵人跟佢速度，咁就盡量低啦。咁我依家160都係算有啲高噶啦。咁啊，首先就同大家試一試咧。是因为有些尴尬位的，你用那些绝地武士呢，其中忍者尤达啦，就是有回复能力那个啦，还有乔里宾多，就是租这边度，这两只的回复能力比较强的，是很需要他们在这里的，很多时候都。咁就所以有啲尷尬，點樣分配啲隊？咁就另外就阿魯魯克咧，都好需要有回復能力，所以就尷尬少少。咁啊，另外仲有仲有一隻啦，絕地武士阿瑞文啦，即阿 Raven 啦，因為阿 Raven 有直接聚焦啊，打咩 focus， 咁就會殺敵人就方便好多，所以就好難去分配點樣去。用得好佢哋兩隊，咁啊，所以喺呢個情況下咧，就尷尬少少，係啦。咁啊，呢度咧，如果係我就希望係試一試睇下邊一個係好用啲嘅隊伍啦。咁啊，咁我就會決定咧，絕地武士瑞文係跟阿魯魯克嘅，咁啊跟佢打第一區，因為第一區冇咁難打，咁你一試一試啦。咁就留意翻就係你如果用阿魯魯克咧，咁安全起見，亦都係有埋呢招大絕啦，等佢可以出嗰、那個即係佢一轉咗樣，即係轉咗出開咗大絕咧，佢嘅招式，即係佢個 AOE， 佢招範圍技同埋個招減人哋冷卻個招咧，都會減兩個冷卻，就會喪出嘅。咁所以就留意翻。咁如果用阿魯魯克做隊長咧，呢度有少少要留意嘅，就係佢需要咧係多啲嘅防護，因為佢嘅呢個 Jedi Legends 呢啲招咧，佢就係點講咧？應該有一招係。系咪呢个系啦？应该呢招先系队长技。佢咧系要食呢、這个呢、這个啦。Inherited teachings 呢招咧就系、是、要食呢、這个魯魯克嘅防护嘅。
佢呢度就話每個絕地武士會多一招叫做即係絕地嘅 lesson 啊，即係 Jedi lesson， 我唔知道中文叫乜，唔記得咗。咁就會 call 一個方面嘅隊友去幫拖啦。咁佢幫拖嗰個人攻擊力就會減90%啦。咁但係又有個緊要嘢啦，就話佢哋會打出一個叫真實傷害。咁、那個真實傷害咧，就係即係真實傷害，真係好簡單，不能夠暴擊，但係會完全無視防禦嘅。咁就係、那個攻擊點嚟咧，嗰、那個攻擊力就係阿魯魯克嘅最高防護嘅60%，咁啊不能夠迴避嘅。咁啊如果係咁嘅情況下咧，就魯魯克嘅防護有幾多咧，係會絕對影響呢招嘅攻擊力嘅。所以又魯魯克除咗速度要快啲啦，咁啊佢嘅防護亦都要高啲啦。咁變咗做咧，如果你用魯魯克做隊長咧，係需要三角形啦、十字啦、圓圈啦。如果你有箭嘴都有如果你箭嘴都有呢、這個防護，而且係速度高嘅，咁你都可以考慮使用嘅。咁就，但係我呢度得16速咯，最高，咁就唔係好靚仔啦。咁啊，所以我就放棄咗唔用，我寧願係加速度俾佢。係啦，但係我速度第一下咧係有其他加防護嘅。係啦，就係咁樣。好，咁呢度咧就你有大招最好啦，冇大招都冇辦法啦。嗱，咁呢度咧我係會選擇用咩咧？嗱，絕地武士瑞文啦，咁就。跟住係忍者猶達啦，因為我應該會有一個好奇怪嘅打法嘅，但係速度會打得慢啲，係啦。咁跟住咧會係揀呢個都好尷尬，用邊個？我會揀喬里賓多，真係喬里係啦，喬里賓多。跟住咧就係會揀呢個。最後一個真的很難揀，應該會揀這個，對了，那就，好難揀，幻想一下先，對了，留回魯班給絕地武士魯克，那就這個，對了，魯班跟著系啦，咁就系咁样，咁啊，用呢队回防能力非常之强嘅，成队都，咁啊，会有个比较奇怪啲嘅打法，咁一阵间咧就要展示俾大家睇。咁啊，呢条片我会睇下会唔会分三段去做啦，因为几个任务都唔同情况。然后同埋你都大家都如果有睇开我讲嘢，其实就知道我啲片比较长。嗱，咁呢度咧。第一開波啊，同之前嗰條片有少少唔同啊。如果你睇過我之前條片咧，我係會而家第一次開波係揀啊B2 咧，係去增加佢嘅冷卻先。咁就會揀邊個打咧，就揀啊忍者猶達。即係忍者猶達咧，去幫拖嘅時候咧，其實佢係會加我哋嘅。加我哋嘅血啦，同埋會加我哋嘅回合條嘅，每個絕地都會加5%，咁我就會谷到阿忍者猶達咧係滿咗先。好啦，咁呢度就同埋有一點要留意啦。咁因為我啱啱係揀，我係點咗阿魯魯克嘅大絕嘅，我係有佢大絕嘅。所以咧，呢度要留意一樣嘢就係咧，阿魯克咧，啊咁呢度有少少失誤啦，因為魯克差啲俾人打死啦已經。魯克有大絕咧，開頭會比較難捱啲嘅。咁你需要咧喺一開波嘅時候咧，係揀曬啲嗰個叫絕地，即係 Jedi Teaching 咧，要去俾曬全部人。
搞晒俾全部人先。咁搞晒俾全部人之後咧，全部人都有第三集嘅絕地嗰、之前咧，佢就會可以開大絕噶啦。咁啊，將所有攻擊力嘅敵人殺曬先啦。同埋我呢度應該做錯咗一樣嘢，係。嗱，咁啊，呢度咧，點解我揀調理分多咧？就係、是、要復活，要復活啦。嗱，咁呢度咧，老羅克就出大絕啦。咁啊，出大絕之後咧，所有嘢就簡單好多噶啦。咁啊，出大絕之後咧，不斷咁樣俾啲回合條俾阿老羅克啦。咁啊，同埋將調理分多咧，亦都係加咗嗰、那個絕地嘅。叫做絕地大師訓練啦，咁啊等佢襟謀啲啦，咁咧呢度就好緊要啦。而家開始咧，佢啲阿魯洛克嗰啲招咧，就係魯洛克嗰啲招就會快好多嘅。咁咧就喺呢個時候咧，正常我就會係點咧？用阿忍者尤達咧。用我忍者尤达咧，系去不断咁援助，咁啊，同埋我就应该有一个失误咧，就系、是、我应该系用有巴斯蒂喺队伍度，呢、这个系绝对系我失误，因为巴斯蒂可以佢最后个招咧可以帮手移除嗰、那个叫做增益效果，因为而家嗰个。毀滅機咧，個毀滅機佢有嗰、那個傷害面嘅，我係乜嘢都做唔到嘅。咁啊，唯有喺呢個時候咧，佢不斷咁樣揀，大家可以見到我係不斷咁揀啊忍者尤達咧，不斷咁回幫手回嗰、那個回，因為毀滅機咧進入咗。嗰、那個開防護罩個狀態咧，佢會減速嘅，因為佢本身嘅速度都唔高啊。所以咧就但係最大問題啦，就佢分分鐘一下會打死阿魯魯克。咁啊，所以咧我就點解會揀阿喬里芬多喺呢度咧？就係、是、喬里芬多，如果大家嚟試我有咩事咧，喬里芬多可以幫手復活嘅。大家可以想象下，佢睇下嗰個敵人已經係有25打，你諗下，如果佢一炮打埋嚟，基本上乜鬼嘢都要死噶啦。咁而家咧，趁個毀滅機未喐得咧，我就不斷咁樣回血啦，跟住希望咧嗰、那個嘅不斷咁回血咧，加5% 5% 嗰、那個血量。回合條乜都加晒，咁咧就我會係可以忍者尤達咧可以一下咧就已經可以叫晒，叫晒全部人咧係有嗰個宗師訓練，但呢度咧就有啲難啲啦，咁啊毀滅機咧得啦，毀滅機而家冇事啦，佢冇再出招，咁而家咧趁呢個機會。直接对焦，加咗佢嗰个叫做加咗佢嗰个冷却，跟住咧就趁呢个时候咧就不断咁嗱，你见佢嗱，而家用一次绝地嗰、那个即系 lesson 咧，佢就不断咁扣5万几5万几真实伤害，咁就系60%，即系啱啱阿老罗系老罗系咩啊嘛？佢90几9万几伤嗰、那個防護啊嘛，咁而家變咗做咧，就係、是、90几防護嘅情況下咧，就會90几防護咧，就扣50000几攻擊力啦，就係咁嘅意思。咁而家咧就可以開始亂嚟都得噶啦，因為咧就魯洛克咧就會係快到媽媽都唔認得。咁啊，再加埋你不斷咁叫啊忍者尤達去加5% 回合照咧，其實而家係眯埋眼都應該打得贏。
大家可以見到咧，敵人喐都冇得喐嘅，基本上。咁但係就即係你用唔用啊？你用唔用啊？即係現嗰個忍者遊達咁樣搞咧，就係、是、一個問題，即係第二個問題啦。因為有陣時啲人會寧願係留佢喺絕地武士魯克嗰隊，咁但係就同埋忍者遊達喺呢個嘅領導爭奪戰係有一個好特殊嘅用途，因為佢佢係喺如果你有 Ray 咧，即係你有銀河傳奇嗰個 Ray， 其實係。其實是很大機會你是需要用著它的，那 Mass Assist 就打死 B2， 一定要打死了才得最好的，那就同埋不過現在 B2 都不打死都不怕，因為你都很穩陣的，因為現在、最重要是追擊機械人和毀滅機，所以啲機械人同毀滅機咧，兩個係有即係兩個就消失咗嘅話咧，咁啊最好啦。因為呢兩隻嘢係一下可以打死你，尤其是追擊機械人咧，係追擊機械人係有一個特性，就係佢個被動加超過15會一炮打死人嘅，佢超特技。咁啊！而家你見阿魯魯克咧就喐得非常之快，基本上係喪喐。咁啊，敵人都係冇乜機會做到啲乜嘢噶。咁啊，同埋已經好大部分嘅敵人都係受到呢個叫做即係叫做技能封鎖，係啦。咁啊，呢個打法會比較慢啲咯。咁但係就～穩陣咯，因為你喪回血又喪加回合條，咁基本上係，除非你好似我正話第一波敵人咁樣，我有個失誤俾阿魯魯克死鬼咗咁啊，但係都要用一個喬利賓多俾你補救咯。最緊要敵人之中冇嗰個叫追擊機械人，追擊機械人佢一下15彈就做垮你噶啦。大家可以睇下啦。叫阿忍者遊達幫手回血，仲要扣人哋50000+真實傷害，咁啊真係黐線嘅。咁而家呢度咧就極度建議係殺咗阿 Dooku 先嘅。咁啊而家Dooku 佢係識得即係大家都知啦，佢識得反擊啦。咁啊利用援助攻擊啊，或者係整到佢迷亂啊，好似而家用魯魯克第二招啦，地高 Beyond 呢招就會搞到佢迷亂啦。咁有迷亂嘅情況下咧。佢冇得反擊咧，咁就肉隨砧板上噶啦。所以點解咧，就需要有我先至話絕地武士瑞文，同埋絕地武士瑞文喺呢度咁緊要咧，就我可以避過所有嘅嗰啲反黑嘅超人，咁啊去殺我要殺嘅人，咁變咗做咧就方便好多。咁呢度真係都比較建議大家係用即係出開大。如果你真係想打呢個整到真條線打得好啲咧，而你個熟工會真係可能人唔係太多，好需要呢啲嘅分數咧，真係建議大家係選擇用阿魯魯克嘅大招。咁啊～因為始終就魯魯克大招都比較係值得商榷啊，因為魯魯克嘅大招其實係除咗好似依啲嘅領導登條戰之外，係冇地方用得著嘅。因為你拎嚟打 PVP 打競技場咧，唔使用大招嘅，基本上就係完全冇機會見到大招嘅。冇機會見到大招，嗰個戰鬥已經完鬼咗，所以大家用犧唔犧牲呢一個依啲資源去？去打正嗰張戰就大家去選擇。好，咁就打完呢度，咁啊，一陣再整第二條片。